誓臣，恪遵宪法，效忠国家，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，不徇私舞弊，不行。来来来，谢谢，有的。非常开心啊，那么非常兴奋，但是呢心情也很忐忑啊，因为觉得沉浮很多的期待，那所以我会抱着多多学习的心情，但是呢要赶快进入状况就战斗为止。那么现在立法院可能最急的事情啊，就是明天要开始审查我们的还税于民的特别条例啊，那所以明天的状况我也会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一定要学习一下，那第二个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明天可以有质询的机会。